说互相去鼓励，互相去帮助，不要去，不用怕。这个歌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满意。我有问中国。感觉啊，他没什么唱嘛，就那么一点点而已哦，多简单啊！对哦，这个就很简单，就很简单。哦，老师，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其实我们对这首歌也没有很熟，感觉好像比较容易。其实这首应该在这个歌里边应该算是最难的。三一八九啊。对。所有的火力机都投送了在三幺八九。之前看叶少的歌，哎呦，好吃啊，好吃，简单了。结果进去之后就啊，我发现啊，原来三一八九这首歌是这么多歌最难的。我们先听一遍吧。好。大爱王，哇，完全没有画面，没有感觉，怎么练呢？啊，我们是不是挑错了歌啊？每一个人的很框，从心底里框出来。你要再听，因为基本都一点都没有。印象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咱们过一下歌词。我还是很困扰，哎呀，我只是想睡着，我只是想睡觉。我还是很困扰，哎呀，我只是想睡着。这样吧。哎呀，我只是想睡觉，我还是很困扰呀呀，只是想睡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本来觉得哎 ，OK 啊，应该很简单啊。后来我们把整首歌听以后，我们五个人都在我的梦里，我不吃绵羊，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，善良的模。从零开始，那个是比较难的。你有试过你一个嚟定一齐嚟好啊？你觉得一齐玩啦，冇咁大负担啊！好大负担啊！你年轻还有脚啊？你有试过？